妹妹，你今天这样子突然长大，一直讲话，这样好吗？你想要一直长大吗？你这样一直突然讲话，这样好吗？你突然就长这么大，都不爬，都一直走路，这样好吗？哥哥，你觉得妹妹这样子好吗？嗯。这样子是对的吗？嗯。就她突然都不爬了，哎，都一直用走路的。对呀。然后就早上一直起床，就一直讲话，这样子好吗？要。可是他这样突然就长大了耶，这样好吗？大象。你在说什么？哈士。什么？哈士。你在说什么？哈士。你好好说。你在说哈士。那是什么？你用中文讲。哈士是说，装饰。专心要妹妹吃饭哦，好。妈妈好。